副总理尚达曼表示，要成为真正的创新社会，新一代必须秉持着勤奋和不屈不挠的传统价值观，因为这是企业成功的基础。尚达曼傍晚出席首届潮人企业家奖的时候表示，对新经济产业来说，传统价值观尤其重要。除了有好的点子，在失败时懂得持之以恒也是成功要素。I raise this issue because many employers give us feedback that something is changing in our new generation. Those who are starting work or who are early in their careers. People do not stay long on the job and are impatient to move on.尚达曼认为，劳动力市场吃紧是导因之一，但为了激发年轻人的求职渴望而提高失业率并不是解决方法。尚达曼指出，要培养新一代坚韧不拔的精神，必须要从小开始。企业和雇主也有责任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而不只是专注在科技上。有28名潮州企业家在颁奖典礼上受到肯定。